是就是我们就是最近重新，因为就是两位团员去当兵之后，我们重新就是组成一个对单兵，对不起，我是高雄人，对不起。对，然后我们重新复团之后，就是出了一张 EP， 然后下一首歌《春雨》是我们在休团前的作品，然后我们重新就是放在这张 EP 里面，所以就是如果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表演的话，就是欢迎大家去买我们的 CD， 就是我们大家会过去跟大家一起哼。对，然后就是今天那个 Legacy。就是你们也知道今天那个就是简单生活节有很多舞台，然后每个舞台都有不同的个性，那今天我们 Legacy 的舞台的那个宗旨就是喝到挂，所以就是大家也知道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卖酒的场合，虽然我不知道在哪里，对，所以我今天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位酒醋。我在门口有卖。所以我今天就是要送出一瓶就是我还没有喝过的酒，所以就是哎，请问有人要吗？好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玩得愉快。我们下一首歌是《春雨》，你也要喝？嗯，好。希望大家今天开心，谢谢。